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手语教室，我是听障小朋友连乔，我是听人小朋友如君哦，起立，敬礼，老师好。今天呢，要上课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学校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对学校的印象是什么？是凶巴巴的老师吗？你最喜欢上课的科目是什么？最讨厌的科目又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一上课就想要下课呢？不行哦，现在开始上课咯，上课要认真。好，要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，开始咯。第一个字，学校，念书的房子，学校，学校，是。好，下一个，上课下课，有两个笔法，第一个，上课，这是造字笔，上课。第二个呢，开始念书，开始念书，这也是上课。接下来呢，下课，造字面，下课。第二个手语，中间休息，中间休息，好，这里是上课，上课，这边就是休息，下课，穿插的，穿插的，然后休息，叫做下课，懂哦？好，接下来去念书就是上学，上学。好，下一个，念书解散了，放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吸收知识，把东西抓到脑袋里。吸收知识，抓进来，抓进来，抓进来，吸收知识，抓到脑头哦。好。下一个功课，写的作业，一本书，好，拿着写。你回家以后是不是要写功课啊？写完了就可以看电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写功课，写功课。好，接下来两个笔法，第一个无名指。甩一甩，成绩，成绩。第二个笔法，多少，多少，第几名啊，在这个名字这边，成绩，第一名，第二名，第三名，成绩，成绩，哎，很好，成绩。接下来考试，两个手语，第一个考试，这是两个人比高低，考试，偷看一下，偷看比高低，考试。第二个手语，交叉，考试，考试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手语，年级，从拳头这边，一年级，二年级，三年级，四年级，五年级，六年级，
啊、哦，会哦，简单，这个就是年级。你也可以比什么呢？这个是几年级，在拳头这边几年级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班级，你看哦，甲乙丙丁戊，好、哦，忠孝仁爱，好、哦，信义和平，或者是一班一，然后班一个教室方方正正的哈、哦，一班一班，好，二。班，对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科目哪一个专门的？你喜欢哪一个科目？我喜欢数学，我喜欢国文，一直就是科目很专门啊，科目好。下一个体育课拉单杠，拉单杠，举重，拉单杠，体育，体育。下一个音乐五线谱，音乐，音乐，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，音乐。你们以前有音乐课吗？没有，聋人听不见。我们聋人最好了，最棒的就是什么跳舞、哦、所以有跳舞课，没有那个音乐课。好，下一个美术、哦、写画画，我很喜欢美术。你看啊。拿一个一张纸，然后有笔在上面画，就是美术，美术。好，接下来讨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讨厌，手捏起来讨厌，对，讨厌。第二个，这个抓起来丢掉，讨厌，讨厌。第一个是讨厌，第二个是讨厌。你那个科目啊，讨厌哪一个？英文，英文我最讨厌。这两个是小指头，就是很仇视，很讨厌。有人呢、啊，你们英文会英文哦，你们哦，对不对？你。男生很会英文哦，吴先生英文很棒，对不对？讨厌，英文普通，我普通，是是是、哦，念书真辛苦。好，下一个国语，国一个地球啊、哦，一个地球语这个。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是那个注音符号哈、哦，吁，注音符号的吁，好、哦，语，国语，是是是，好，我也很讨厌国语，你现在放的只有一个花花，还有跳舞，画画跳舞两个。好，英文，英文这怎么来的呢？以前的钢笔，英文都是写横的，对不对？英文，英文，记住中指哦，不是往上，放平的，放平的，英文，英文。OK， 下一个，数学，数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，数数儿，数学，数学，数学。我以前读数学，我讨厌，一样讨厌。我读数学打珠算第一名耶，真的，
几年级的时候有奖状哦，几年级的时候都是在学校全校的比赛，数学限时比赛哦，基础还可以啦、哦、好，接下来自然一变成五、哦、自然自然可以吗？一变成五，一变成五，自然自然，这个是大自然的那个树木啊的自然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个念书啊，念书也有这个自然，就是理化有没有拿两根试管，自然也有，聋人哦念书不太合适，知道吗？自然，自然，自然或自然都可以。下一个社会，两个笔法。第一个社会，很多人这是民众哈，人这是人嘛哈，很多人在社会上，所以是社会。第二个笔法，社会，社会，也就是说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社会。社会不是打麻将，阿嬷，你的社会 太像打麻将，哎，社会，社会，很好。接下来，同学两个笔法，第一个一起念书的人，同学；第二个笔法，吹气，然后一起跟谁哈，吹气，然后捏起来。有人的手语是吹气，然后拍手，要看清楚，比较清楚的是同学。第二个捏起来，同学。OK， 接下来老师常常用哦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老师，大拇指抵着，老师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以前的老师啊，什么都会。又会数学，又会国语，啊，又什么什么都会，所以就是老师。老师，第二个笔法呢，就是你很棒，啊，老师，你啊，老师很棒，所以就是老师，老师，两个笔法哦，别的没有哦，不要再增加了哦，老师跟老师 ，OK， 好。接下来，念书比我高就是学长。念书比我高，学长；念书比我低就是学弟妹。学长姐，学弟妹。如果你照字面，学长哥哥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也 OK。也是可以，但他们自然手语都是、哦、很快哦，这个聋人常常用的手语，对，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手语哦，可以看几年级，比如说这样子是比我大一年，比我大两年，比我大三年，比我大四年，往下、哦、比我小一年，比我小二年，比我小三年，OK， 好，黑色的方方正正的就是黑板，黑板 ，OK， 要跟下一个结合着用。粉笔的手语是什么呢？以前呢、啊，我们的手语是一根嘛，哈，从白色的这边出来。粉笔，粉笔。如果红笔，红色的粉笔呢？红色的粉笔，红色的粉笔。黑色啊，什么什么颜色？好，就是粉笔就是一根粉笔。好，很好。接下来，值日生。好，以前值日生是不是都会挂一个背章？值日生。值日生，值日生，你喜欢当值日生吗？
喜欢可以很露脸哦，很而且要帮忙啊，要帮忙照顾做好事，所以很高兴啊。值日生，值日生。好，接下来教室教的房间就是教室，教室。下一个操场，运动的运动的地方，操场。好，起立，两只脚站起来，哎，起立，起立。老师来了，同学起立，起立啊，这个站起来的动作，起立的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敬礼，好，大家一起鞠躬，敬礼，敬礼，碰两下啊，敬礼，会了吗？记得吗？好 ，OK。接下来还有没有呢？好，我们要来，现在要开始刚刚教的词，要复习咯。我不说话，我们一起把它手语词汇比一次哦。预备，开始。你们都会了吗？现在接下来是要手语绘画哦。好，再解释一下哦。我们两个手语绘画，不说话哦。你们认真的看，看懂不懂哦？好。
我们的手语对话，你们都看懂了吗？会不会？现在我们来一句一句一句练习哦。好，开始。你以前念书的时候最喜欢哪个科目？我喜欢国语、社会这两个，讨厌数学。你呢？我喜欢体育课、美术课，除此之外呢，英文、自然我都很讨厌。我啊，最怕什么？数学考试，成绩差，老师会打手心。每节下课的时候呢，值日生要负责黑板擦干净，还有便当啊要帮忙抬。我回想起我低年级去操场玩，看到学长姐，我看了都会怕。我们以前念书都住在学校，学长学弟一起，整天都玩在一起。在学校当学生念书，吸收知识，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。是啊 ，OK， 很简单吧？简单很好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猜谜咯。你们以前都玩过吗？你们以前在学校有做过这个事情吗？如果看懂了就举手，或者是打电脑告诉我们哦。好，记住哦，要快举手哦。好，你以前念书有做过这个经验吗？看，什么？好，上课的时候打瞌睡，你们都有的举手，有都有哈。好，第二个，你以前对打瞌睡，你以前上课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，是什么啊？偷吃东西，对。好，小白很会看哦。好，你有经验对不对？都有对不对？有。好，接下来，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好像对哦。这样，偷，对啊，偷看书。对，偷看书，对，偷看书，偷看漫画书。好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绝交，对，都知道哈，切八段哦，要切八段吗？绝交，哎，绝交的手语，绝交，好，下一个，老师，什么？对，打小
报告，打小报告，老师在这边。好，手语是这样，间谍，嗯，间谍打小报告，跟老师打小报告，跟他讲讲讲讲，好，间谍。好，下一个。写不好，所以我看别人，所以要认真。再一次作弊，你看那个表情好像有经验，有经验，还有这一种有经验啊，是手语是什么呢？作弊，作弊。好，下一个，以前你有没有经验呢？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好像知道哦，养什么，养蚕宝宝，蚕宝宝，丝，白色的丝，白色的丝。好，蚕宝宝手语是白色的丝，哎，要不要这个？白色的虫，白丝虫，看得很恶心，软软的。好，接下来还要猜一个哦。偷跑什么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有，猜对了，翻墙，翻墙，来，这个是墙，然后人过去，好，人过去，答对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刚刚的经验你们都有过吗？我大概只有翻墙不成，其他都有，是啊。刚刚猜完了谜语咯 ，OK， 今天啊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教了那么多在学校上课的手语，是不是让你有回到小时候当学生的感觉啊？我记得以前大学学手语以后，去台北启聪学校帮同学功课辅导，只要记得学校的手语，就可以和听障的学生沟通好多好多哦。希望啊，有更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学手语，帮助听人和听障的同学沟通更方便，也要交到更多的朋友。好啊，今天我们的手语课哦，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电脑程式有问题，所以我们一直连不上，心很急，大家也一样对不对？心很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对，那今天呢我们的课就要上到这边要结束咯，起立，敬礼，谢谢老师同学，谢谢同学，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